第一次踏进球场，跟球队一起练球，冠彦兴奋又紧张。带出去，脚跨出去，再丢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在教练指导下，投球热身，冠彦动作熟练，接球也很稳。欢迎他加入我们的彰化嘉福翱翔鹰垒球队。开心穿上球衣，冠彦如愿加入棒球队。他今年就读小学三年级，一岁时被洗澡水烫伤，不只留下疤痕，手部动作也受限。但冠彦勇敢克服，追求最热爱的棒球运动。很开心，有打到球，然后还可以上垒，希望可以跟林志胜一样。妈妈是印尼籍新住民，陪着冠彦走过漫长复健之路，看到孩子打球快乐，妈妈也很欣慰。他开心，就看他。他是从昨天说今天要来，他就还蛮兴奋的。他是觉得他可以打球，他没有想象的，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的球场。他对棒球非常有兴趣，那我们希望说借着棒球能够增加他的自信心。克服身体上的不便，冠彦期许在球场上打出自己的一片天。嘉福翱翔鹰，加油加油！大爱新闻彰化综合报道。